嗨，下午好。Hello，君玉人洛克柠檬朱心当天天，嗨又又，呛辣咖喱，花生什么树？线下刚才送的幸运四叶草，晚上要吃元宵吗？没有，我现在就要吃了，就是意思一下，给你们看我的，这是什么？杏仁茶元宵，我看一下元宵在哪，在这，是，就在这，无糖杏仁茶加元宵，先喝一口，真的是无糖。哦，好无糖哦。你们看我的元宵，谢谢花生什么树送我元宵停的提灯，杏仁茶很好喝哎，我喜欢喝杏仁茶。你们看，这是我的元宵，我就只吃这颗花生口味，我就是意思一下的来吃元宵，再喝一口。晚一点再吃好了，怕杏仁味。杏仁很好吃，我喜欢吃杏仁，吃元宵，对啊，等一下再吃。还有杏仁茶的吧？哦，我以前会买那种鱼记杏仁一大罐那种，在家里喝。很好喝哎，谢谢呛辣咖喱的分享。对，意思一下就好，因为我没有喜欢吃。我还顺便买了杏仁豆腐，可能吃完元宵再去吃杏仁豆腐，都会快不离开。真的假的？杏仁很好喝，超喜欢杏仁，但杏仁还没白。跟你说，我真的有变白。我今天呢，因为就有点懒得就是上底妆，所以我就想说用气垫粉饼拍一拍。可是因为我气垫粉饼是还没过期啦，可是是很久以前买，它到今年8月才过期，但是就很久以前买，所以色号就不太一样。然后结果一打开，我想说天啊，这色号也太黑了吧！就是事实证明我真的有变白，而且白蛮多的。我以前色号超黑的耶。会坏，气垫粉饼会坏。它是气垫粉饼是就是粉底也是粉底液会坏的。Hello 草莓酱，才会变越来越白吗？有可能哦。还有越来越懒得出门之类的。谢谢君英的分享，谢谢柑橘送的看好你哦，谢谢柠檬送的元宵提灯啊。抹茶汤圆，谢谢思源送的抹茶汤圆，好可爱哦！Hello，黄鱼，永恒的执念，嗨！我刚刚在看那个，刚在看，CTO 的韩国舞台，我看到一半，哎，30分了，然后就开播。因为原本要上 YouTube 找影片、找歌单，然后结果就跳出来了。现在吃的这个是有料的吗？就是三颗元宵，我看有几颗。对，三颗元宵。啊，草莓酱，谢谢。那你怎么念？默默店长是我们的早安抱抱，Hello 沙鲁。Hello 季风亮，玄阳坤坤。嗨。
可是主任已经没在鱼摆很久了，他们也，可是鱼摆就是他的节目啊，不是股东吗？所以一定会，对啊，就是是他的节目，所以一定还是他们的。嗯，等一下哦，看一下我昨天的，我昨天的歌单在哪？嗯，我找找啊。Hello， 塔瓦哥、瑞仁哥，嗨。来找找昨天的歌单。嗯，在哪儿在哪儿 ？SES， SES。嗯，在哪儿？属兔兔，什么意思？我属兔兔。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属兔？嗯。게스트숨통이끊길정도로게스트를괴롭게만드는세상에서가장괴로운토크쇼배운데있습니다이용수입니다안녕하세요 MC 이용수입니다네안녕하세요상우기자여기가我刚按到了什么？还是本哎还哎真的是这个？好吧。那。谢君送的玫瑰，谢水他送的元宵提灯，春节都吃了，春酒都吃了些什么？没有，我属龙哎。我是属龙，等一下哦。哎呀，哎呀，太好难了，等一下。春酒都吃了些什么？吃就是鹏源8800的菜单，可以去看。我有忘记吃什么了啦，什么烤鸭哦，然后烤鸭，海蜇皮吗？那个凉拌的海蜇皮，鲍鱼。猪肋排，奶黄包，芋头烧麦，还有什么？我是真的吃很饱的那种。问什么没吃？我都有吃哎、欸，我都有吃哎、欸，因为很好吃啊，而且感觉很像只有我觉得很好吃，然后就对，对啊，他们都说不好吃，可是我觉得很好吃啊。你没有说不好吃，他们都说还好。我觉得都很好吃，然后就变我一个人吃很饱，然后大家都没吃饱这样。现在那么瘦，没有没有，我不瘦，我是肌肉太多了，很烦。后来不是说我改成运动吗？运动减肥，我发现我真的不能运动减肥，我肥脂肪都还没减到，我肌肉都长出来了。
所以感觉不太行。我每道都吃啊，没有，它很少，它才几道而已。没有，里面最挑的人是我，可是我很饿。这样其实很好，没有，并不好，超丑，超丑！你以为我真的是拔河队出来的？丑死了！谢谢沙鹿的分享。本来基本方针就是少吃多动，没有用。我动真的是随便动一下肌肉就长，我真的是就是很容易长出肌肉的体质。看起来体态是变瘦，因为这都是都变肌肉啊，很烦哎、欸。不能穿短袖哦，手臂还好，我是大腿肌，我大腿肌很可怕，我手臂还好。对自己有帮助，是有帮助啊。他真的太丑了。对，我手臂是细的，我就是腿的问题，我就是大腿原本是有肌肉又有脂肪，但现在被我练到整块是硬的。我突然是觉得不对啊，好像哪里怪怪的哦。然后结果一打，没有，我上半身很瘦，我上半身真的很瘦，我上半身体脂肪是过低的那种。然后就觉得好，肯定要重练，没有用。我腰跟你讲，我只要一减肥，我腰第一个瘦永远都是我腰。我这次减肥，我腰瘦了3公分，才一个礼拜我就瘦了3公分。就是我的腰是伸缩自如，你知道吗？很好笑。哦，我跨年那个不能比啦，我跨年那个真的是很胖，是认真的很胖的那种。没有练健美那个强度，我练成健美那强度还得了？可是还是不死。唉，偶像不能这样。我按什么？哦，广告真的是很烦哎，我一直会不小心按到。好的，煮饭。Hello， 洛子一笑笑。哦，我真的好饱。我今天吃韩式拉面，就是韩式猪肉拉面，但我只吃应该一半吧，我就好饱，我吃不下，好饱。然后导致我现在元宵真的不是很想吃，但是我还是要一下吃一个元宵。好了，我来吃一个，这是花生元宵，给你们看，嘉兴元宵，我要吃的。那里面花生是硬的，花生块，那可能我姐冰的吧。整个，对，可能是在点冰的，里面花生，我原本期望是有熟啦，可是花生是硬的这样子。对啊，我以为会是流汤，还是
我以为会是流沙的，奇怪。煮的还不够，嗯。好的，结束。好好吃哦，欸，我其实蛮喜欢吃汤圆。对，结束了，吃完了，我吃完我的，我过完我的元宵节了，我吃完元宵了，耶！我吃完我的元宵了，一颗花生元宵的热量多少？我也不知道，查一下就知道了。我现在用一个程式叫做什么薄荷健康还是什么的，就里面你打出来，它就会自动跑出来你的热量，然后你就可以记录你每天的那个热量。热量，吃一颗一岁吗？真的假的？一岁有这个想法哦？哎呀呀呀呀！75，一颗75，哎。天哪，可以，好险，杏仁茶100cc 才十几二十卡而已，75，那我今天吃了四，顶多500吧，就算500好了，就吃了500大卡。哦，好饱，但中午算，因为我只吃一半，可能350，应该300一半哦，300吧，300加75，375，杏仁茶100。我刚应该喝125，400加我今天早上吃的450，38靠运动，70靠饮食控制。对啊，没错，450，我已经不吃，还不用煮饭，真的450，因为我每天应该都会运动个，反正就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其实可以消耗100多大卡，最少100多大卡，所以我大概会吃到800，然后再去运动，嗯。然后就一直长肌肉，这样肌肉越长越多，我觉得很烦。我最近吃比较多啦，对，可能哪天看到我就真的都是肌肉。对，我要继续昨天的那个，那叫什么？我昨天星座看到一半，它叫什么？
占星之门。哦，我先讲，你知道，你们知道，就是我前几天，前天嘛，体会了抢专辑这件事情。还没什么行程纸发钱多消耗，要跟七七一起去健身吧，我不去健身房的麻烦我家里就有，对啊，我家里就可以啦，我们家有健身房，我们家有健身房，对，应该，对啊，我们家有健身房。没有，我刚刚原本想说听起来怪怪的，可是就在楼，就是设这一栋里面有健身房，但是我还是不去，因为不喜欢。昨天也再次体会，有哦，我知道昨天在抢票。阿弥陀佛。就是这栋楼有，哎，他跑不出来，该不会坏掉了吧？颜色测试大家都在做啊，最近。我来看看啊，究竟它到底是坏掉了还是怎样？先给它缴费。你跟他说去其他地方缴费。哎，他真的跑不出来，怎么讲？他跑不出来呢，坏掉了，可能坏掉了。就不了没有，他好像可能有点问题，因为其他都 OK 啊，我的 YouTube 都跑出来了，可是那个占星之门跑不出来。北极星，哦，这次是都要在机台上面抢是不是？送元宵提灯，他最好给我成功哦，我会生气哦，拜托成功。跟你说，我第一次在测那个颜色的时候，他也是一直跑不出来，我也是看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谢谢阳光送的蜡。为什么这次没有啊？元宵姐要出门，没有，我想要在家里混一整天。元宵姐为什么要出门？要干嘛？元宵姐有要干嘛吗？看花灯哦。
真的不行。我来看看上升星座是没有，我很好奇我上升星座降职的话会怎样，因为我上升星座是摩羯，所以我就好奇到底是怎么样的个性。解析唐奇阳的上升星座个性分析，妈妈想去看的话，没有妈妈，就他就说没有公关票的话就算了，就算了，他没有很想看的意思哦。有灯节吗？就想看东海。对，我看上升星座哦，气质。哎，他说上升星座是气质这个东西，气质这种东西无形无影，但是什么东西？哦，这首歌有点太吵了。上升星座代表一种人格面具，代表一种作风。我来看看啊，上升是摩羯座的人会怎样？上升土象星座金牛、处女、摩羯的人，喜欢绕远路，太容易得到的你们没有感觉，你们喜欢挑战困难。挑战生命中的不可能，通常也会吸引生命的不可能来找我们，我们才会觉得有意思。因此说，我的成功都是辛苦获得的。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的？他说喜欢挑战困难，所以生命中的不可能也会来找我们，这听起来就会很累啊。金牛、处女、摩羯，你们的共同特色就是过得挺辛苦的。我在讲什么？喜欢透过苦和累来感受生命，自己种的米最香，好，走过的路最踏实。可以，特别适合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每一样专业经过你们的耕耘就能够发光发热，这听起来就很。困难，你知道吗？听起来就很累。然后我还看着上升星座终极完美分析。我看看啊，双子、巨蟹，在哪里？啊，有了，摩羯上升，什么意思？安土重迁是什么意思？竟然刚上了枫叶，不行，太吵了，真的太吵了，等一下啊。哎呦，等一下，七分靠打拼，关掉。这个，然后那是什么？我刚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哦，好，这个，然后
勇哥，谢谢勇哥的分享。看看有什么。不行啊，不能看的。这样。我来看看终极分析。安土重建到底什么意思？哦，要经常往外跑。他说我很喜欢往外跑，是不是要付费？没有啊，他是免费的、啊。什么？哦，我刚刚在用 YouTube 啦，我刚刚在找 MV。什么意思？他都没有讲哎、欸，他只有说怎么区分。我看一下啊，白羊、金牛。上升摩羯的人通常给人外观是冷冷的，什么？他们通常拥有什么？摩羯上升的人通常会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工作，要么就是因为和工作有关的原因早早结束了自己的假期。年长的摩羯相当有事业野心，不管是男性女性的摩羯上升，他们都非常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或是工作。谢谢。冷，热热的外表耶，哦，外观是冷的。我外观蛮冷的啊，请收看刚出来的时候。上升摩羯，眼神坚定，责任心强，肤色不是肤色，稳定可靠。为什么会看成肤色啊？好，组织能力比较好。他们身材消瘦，关节粗壮。什么？我也想要身材消瘦。哼，我也想要身材消瘦。不认识我都会觉得冷冷的，对。是这样子没错。脸臭而已，没有高冷。没有，我从小就被说外表太冷。我就是因为这样剪刘海的呢。好，我来看看啊。欸，他有一个算法欸，欸，你们要不要算算看？看起来就很难。出生月参数加生日日期数字乘以四加出生时间，计算出的时间变得值。什么意思？生辰时日是那上升时啊？哦，
难的，我来挑战。好像要看出的时间比较准，我看一下。他说，来，出生月参数，我是11月，11月的那个数是0239。他说这样写的，这样写，然后加上生日日期数字乘以四，乘以四怎么乘？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的范例。哎，好难哦，好酷哦。21号乘以四，21乘以4是，我11月21号，所以21号乘以四，84加0084，然后自己的出生时间我是早上出生的，加起来5 9 10 8 4 10 3 3 9 1 1 12 12 1 2 3 8 1 2 3 8，所以是什么？好好玩哦！为什么怎么算的水平啊？啊，所以我是，10分钟就有差，对。噔噔噔噔噔噔，哎，可是好像那个网站可以，就是不看出生时间。噔噔，就是我的噔噔。4 5 18 43 92。哦？跟你们说一件事情。结果算出来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算出来是那个耶？射手耶，就是用纸算的，但是我从小到大的星座命盘全部都是写摩羯，它这个公式是不是不准？还是我算错？我没有算错吧？我数学没那么烂啊。没有，因为我是摩羯，因为那个电脑算出来我的也是摩羯。然后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妈妈拿去给那个老师算的都是摩羯。所以好的，没事，当我没说，我们不要看这个。这个算法它是假的，没算时间有它有算时间呢。等一下，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哦，有了有了，可以了。好的，这个网页恢复了。啦啦啦啦，我唱你唱那个。工厂小浪花，没事，我们给电脑算就好了，不要自己算，自己算不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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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欸，这好酷哦！再看，天蝎座。呀、yeah, ，我一直觉得天蝎座长得很像奇怪的虫。我想你整个夜。天蝎座关键字是我渴望，颜色是深红色。他长得很丑哎、欸，我刚打开来，现在就才看到天蝎座长成这样。看一下啊，天蝎跟摩羯是，对啊，摩羯是什么动物啊？我看看啊，我看一下摩羯他给的图，他是山羊，按母羊也是羊哦。他说长这样，这是摩羯，然后可以看天蝎，我觉得他的天蝎超恶。订阅 YouTube Music， 升级 Premium 免费试用一个月。可以看他的天蝎，有没有长超恶心的？你好，用户名或者是空白。好像半羊半鱼，那母羊是什么啊？我来看看母羊是什么。母羊是绵羊啊，是吗？是吗？它在哪？噔噔噔噔噔。哦，母羊是绵羊，是不是？摩羯是山羊，还是就这样？谢谢准视官班长送的元宵提灯，以为是三叶虫，不是三叶虫啊！哦，哎，可是母羊脾气很暴躁，哎，怎么会是绵羊？酷，哪哪哪哪 super cool。什么东西可以算呢、啊？好好玩呢、啊！没看过，没有，没有看过暴虫的绵羊，很可怕吗？ 3, 2, 1啊，我怎么看不太懂？命宫，命宫是什么？哦，命宫，哦，命宫是性格、体质、外貌、禀赋给人的第一印象。哦，这是上升星座啦。小酷好像没有母羊哎，我不知道，好像印象上是没有。就是，那第二个嘞，第二宫是财运、个人资源，好难哦。脾气暴躁。好的，就这样子。嗯，安格斯，是不是有一个老师叫安格斯？是吗？
噔噔噔噔噔。财运的部分很重要。太阳是月亮则代表外在形象，所以外在形象太阳是一个基本性格，月亮是情绪。哎，我月亮星座是什么？我月亮是什么？哦，我月亮是处女座。哎，看一下。在哪里？墙上电视，对，我在想说好像有看过他。我来看看月亮星座，如果是处女座的会怎样？星座分析。谢谢刘建谷送的元宵提灯。月亮星座十二，月亮星座全解析。我的脖子，处女座。在哪里？这里。嗯。为什么？他没写啊，那写在哪？他写在哪？还是他骗我？哦，有了，有了，有了。我来看看啊，他是恪尽职守的一群。当发现有人不善尽工作职守的话，心里就会觉得不可思议而大为恼火。Hello Jenny， 也许他对所有事都可以理性，唯独责任不了，这是他大半情绪不良的来源。只要他遇上了一件不按规定的事，觉得要把他揪举出来。若办事到公家机关办事时，若办事员拖拖拉拉没效率或者态度不良，他会觉得需要矫正，而很有耐心的故意跟对方好。然后和颜悦色的说，请把名字给我，我好去报告你们主管。什么？他说他真的会去执行，凡不干净处皆要清除。当他脾气一来，症状不是发飙，而是显得坐立难安。对他来说，对己看到的不合适纵容就是一种罪，于是宁肯把自己耗进去，盯进度，或亲眼看到事情被解决才会放心。这是强迫症吧？这是强迫症吧？哦，月亮处女座的人最怕没事做。工作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关乎自我存在价值的证明。哦，对，他也会在加班时抱怨好累，但是是什么？可是朋友会发现他的碎碎念其实是带着一点快乐的甜蜜微笑。没有，通常讲好累，通常是真的快睡着那种。严以律人。谢谢阳光送元宵礼，但我觉得我没有，没有那么可怕。还有什么？我没有那么可怕啊，他有点太可怕了，这是强迫症哎。月亮处女是孜孜不倦的专业工作人员。
看起来太可怕了。月亮处女通常有关心小孩的母亲，但相对也是会对小孩有所要求。他可能会每天认真检查家庭联络簿，确认这个做了没，那个放进书包了没。不会，我妈从来不做这种事情，她是对我弟会做这种事情，对我不会。钓的时候不是还蛮严格的吗？哦，对，哎，好像是哦。然后我就会边微笑边跟他边钓舞，啊、哦，也没有边微笑了，要看我心情。可是我其实是一个很没有那么严格哎，我就是。哦，好了，差不多了，好，下次再说的那种人。我是对自己会很严格，可是对其他人还好。没有，这不是国史的，这是其他人的解说。谢谢 CH 送的幸运四叶草。月亮处女和母亲维持着良好的上下互动关系，敬重态度。好，欸，他好多，哦，耳抱健康。月亮处女非常偏食，只是他们想吃的东西，所以容易营养不良。欸，好像有哦。总是营养不良。哎，来来，上升星座看你的外貌身材，因为我印象中上升摩羯，我每次看到的都是身材消瘦，然后想说我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才会变成这样。看一下，偏星座分析，对。打爆你们头，那是你口，不是我。五官立体，脸型较小，眼睛单眼皮或内双居多。哎，真的哎，这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哎，身形偏瘦，有肌肉，有肌肉是对啦，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偏瘦一点。脚腕细，哎，脚我脚腕是真的细，我的。小腿很细，但大腿是粗的，就很烦。四肢细长，没有，我四肢有够短，比例不错，我觉得腿太短。气质文艺或干练，风格喜欢休闲正装、欧美，素色居多，没有，我喜欢五颜六色，喜欢街拍风，嗯，肤质偏干。他怎么知道我肤质偏干？他很厉害耶。是啊，有痣，谁都有痣啊。身形真的是偏瘦，他没有讲到大腿，他只有说脚腕细，可是我脚腕是真的细，就是我看其他就是减肥，不是都会有人说从多少瘦到多少，然后我就看那种大腿很瘦的，小腿。跟我一样细，我想说，所以我是小腿太细，所以看起来大腿很粗，还是到底是怎？因为我的小腿跟就是大腿比我细三公分的人的小腿是跟我一样粗的，而且是大家都这样，就是我看好几个。减肥心得都是这样，然后我想说，所以我真的是大腿的问题，小腿太细了，很烦呢。嗯，看一下啊，为何相貌与上身描述的不符？遗传因素，
十二宫，什么意思？心灵之宫，表示自身未知或隐微的力量或弱点。十二宫，我第十二宫是什么？命宫有月亮，命宫啊，我看不到它是什么东西。命宫有，看不懂。什么命宫有月亮？月亮是谁？哦，我是命宫有金星，是不是？什么啦？开始生气，因为我看不懂。凡尔赛宫，凡尔赛宫，放去凡尔赛宫。谢谢 CH 送的元宵提灯跟小浪花。看一下，我来看看在哪里。命宫有太阳，命宫有，看一下有没有教我怎么看的。首先先给大家看看，所以我命宫有谁开始。哦，命宫有土星。土星是什么？命宫有土星的人保守严肃，有耐力毅力，但缺乏幽默感，生性节俭，做事小节俭我是没有，但是做事哦小心。嗯、哦，随随便便看得懂，怎么骗你？哎，很酷呢！我想看那个什么心灵之宫，那是什么？好酷哦！我来看看第十二宫，射手座。还没。看一下下，在哪里？在哪里？星座命理，它是什么？每月运势，每年星座文章，星座文章，星座分析，有十二宫，我来看看。I think I need a girl. I think I need a girl. 在哪里？ Need a girl. 上升十二星。噔噔，对宫，好难哦。一般没事。算了，不看了。暗面。哎，我你说我月亮是月亮是处女座。来看阴暗面，追求完美。什么？可能有自毁行为。双胞胎命运都不一样。对自己难以置信的严苛。期望做的每件事都能到110%，什么？你觉得必须要克制，因此会抑制不理智的情感。当你的真实感觉不能表达出来的时候，处女月处女会在食物、身体和其他健康相关的事情
敏感易怒、罹患厌食症或痴迷于运动。好像你知道我前一阵子是运动到就是我不运动会全身不舒服的那种，直到我最近看完我的肌肉之后，就这样。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运动，然后运动到我肌肉长成这样的，然后就觉得好像不能这样了哎，我还是不要吃饭好了，这样就不用运动了。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我觉得是蛮就是没有特别克制吃什么，但一样吃很就是不会吃什么高热量的东西，可是就运动到两个小时，我不会游泳，我游泳不行。哦，可能会怀着你的身体应该看上去什么样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即使参加一些比如瑜伽这类精神上的运动，也可能会尽力最大努力做到完美。哦，处女座掌管着肠胃以及消化。哦，肠胃不好哎。欸，跟你讲，我每次限动通常都是我就只吃那一餐，我的限动通常都是我一天就吃那个。向歌送小浪花，我没有吃炸物定食啊，那个是鸡肉，是鸡肉，那不是炸物，炸物是林雅萱吃的，我没有吃，我不吃那个啦，那才不是炸物定食，我怎么可能会吃炸物定食？我是疯了才会去吃炸物定食，我已经对。真的，我真的不吃。那是鸡，就是煮过的鸡肉，应该算是水煮，可是水煮鸡就是很柴的鸡肉，也不是什么感觉鸡胸肉，因为吃起来柴柴的，然后分量就这样子。就这样，超少。我真的很久没有吃炸的了。吃好一点也不行啊，我没办法。吃那些东西，知道，就可能不吃久了你就不会想吃了，就跟吃素一样，不吃肉久了你就不会想要吃肉那种感觉一样。哎，我来分享，我说我那时候礼拜前天吧去抢那个专辑，真的是我那时候早上一起来，然后就看到有消息说。Super Junior 的专辑配置出来了，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就没有继续管太多，就是这样子，我说出来了，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情，做到一半，然后突然想说，哎，奇怪，怎么好像有一点动静，然后就上网看，然后说那个，因为这次 Super Junior 的专辑配置是
一个成员一版，然后分队一组一版，然后团体一版，所以总共13版，真的哦，13版。然后韩国那边是不挑版，就不挑款，是随机出的，但是这边可以，台湾这边可以，然后就各大唱片行都上了，就是五大家家那些都上了，然后就有分成员这样子。然后要开始吃素了吗？没有没有，我不吃素，我要吃肉，就跟不喝所要饮料。对，可是我还是会想喝茶提神，纯茶那种。然后讲什么？我刚讲到哪？对，就各大唱片行都上架了。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没有注意到，然后就没有也没有想到是今天要开卖，然后我就都没有去抢。然后结果那时候吃饭吃到一半，想说哈上了，然后结果我已经听到卖完的消息，然后想说谁卖完了，结果是英赫跟东海的卖完了，然后还有艺神的卖完，然后我就觉得那而且是全部都卖完，什么佳佳、武大、光南啊，什么都卖完了。他们三版，东海、银赫、艺神全部都卖完了，还有团体版的也卖完了，哪里都卖完了。然后就觉得，哈，你是认真的吗？淘宝上也卖完了，就所有地方可以挑款的都卖完了。然后就觉得，然后来到晚上9点多的时候，有消息说，那个爱回上架了，爱回上架了。然后我就这样，爱回上架，然后就赶快打开我的笔电，然后开始打，然后开始抢，然后抢那时候还有100多张银赫的，还有100多张，东海也是100多张，就还都还有100多张。然后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是太多人抢还是怎样，爱回的网站超怪，真的超怪的哎。真的超怪的，就是爱回网站是你跑一个画面就要等大概3到4分钟，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网站都很正常，就是爱回的那个网站一个要跑3到4分钟，填个会员也要跑3到4分钟。然后想说，而且跑一跑还跟你出现那个错误讯息，那就想说你在搞我，这爱回真的是，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就赶快，然后就一直重开，手机也用，电脑也用，然后总共买了30分钟，很久，就一直宕，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宕，对，我可能太多人买了。然后我跟你讲，我30分钟过后我买到了，我买了三张嘛，我就成功买到300，然后没有。意识到说专辑配置出来是马上要开卖，我真的因为预购，我没有意识到挤太多人，真的很生气。然后我真的抢了30分钟，然后所有网络都试过了，然后就真的抢了30分钟。然后你知道抢完之后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原本不是还有，我觉得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应该有200多张，然后后来进去看的时候就100多张。然后就是抢到之后，我再回去看银赫的，剩26张，然后东海好像剩100多张，然后艺生也是剩100多张，但是银赫给我剩26张，然后觉得好，然后我就很傻眼，就跟我妈说，妈。银赫剩26张，东海还有100多张，然后我妈就翻我一个白眼就走了，她说东海不可能会输，然后就走了。然后她说差很多张，然后没有，然后再来，等一下哦，然后我就跟她讲完之后，我再重新整理一次银赫卖完没有，大家存货都一样，预购的存货都会一样。然后银赫就卖完了，然后就觉得很傻眼。
定下来买多张？没有啦，我有买东海的，我有买东海，我买了一张东海，一张银河，一张团体。然后就卖完，一颗就卖完了。跟你讲，他在每一个网站都是第一个卖完的，好不好？不知道在炫耀什么。然后后来听说又补货了，又卖完了，然后又补货了，又卖完，就一直补，一直卖完，一直补，一直卖完，这样银赫的部分。然后再来过隔天，博客来也开卖了，但他一张600多，600块吧。超贵的，博客超贵，一张600块，其他570而已，然后他一张600，超贵的。但是我抢到，但看有没有代购再去。大家都在喝，没有，是因为他业务能力过高，太有才华了，实力太强了。就是这样子，博客来你也不得不对，反正后来想想就只差那30块嘛，对不对？还有运费啊。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抢了，我上次抢东西是抢他们演唱会的门票 ，DNE 就东海银赫演唱会门票，我上次也是这样抢，就整点，然后手拿手机，然后在那边这样，那不小心按错，就是原本只想买3000多的票，结果我按成4000多，然后就小心翼翼的跟我妈说。我不小心按成4000多，然后我妈就好，都还缺吗？但没有，就他不会分区啦，也就两个人而已，两个人走来走去，哪里都轮得到啊。谢谢 Jenny 送的元宵提灯，很酷，这是我近期内真的是最紧张的时刻。关于抢专辑这件事情，那因为 reset 的那个我妈也不去看，所以我也不用抢，都不用抢，她已经很久没去看了，就都不用抢。谢谢朱心当送的告白气球，初心演唱会，初心演唱会是最一开始那个某几区的票就马上就卖完了，就某几区，我妈妈也看得开心，对啊，就这样子就走过去。因为他就也不想去抢票，他就说有票的话就再叫他去看，没票的话就算了。他是佛系，不抢票。我去拿杏仁豆腐。你拿他们家杏仁豆腐。我来了 ，Hello， 红，给你们看哦。可是我已经吃了几口，它是草莓杏仁豆腐，就白白的这样子，可是很好吃，给你们看，杏仁豆腐。
不是，是跟刚刚汤圆同一间的，很好吃哎。它是杏仁豆腐，纸碗装的。它这种草莓杏仁豆腐。我觉得杏仁豆腐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热量比奶酪低，但是吃起来跟奶酪差不多，而且比奶酪低很多，真的，杏仁豆腐比奶酪低很多。好像在万华那边耶，叫什么中心什么的，不知道，好像在万华那，然后好像蛮多人去买的，养生甜品还是什么。晚上不用吃了，我吃饱了，现在才4点。不过我真的很饱了。我帮你们查它叫什么，我看一下它叫什么。它叫什么啊？养生甜品。你知道什么它养生吗？因为它都卖无糖的。中心手工养生甜品，在哦南机场夜市那边呢、啊。来看看，有介绍他的吗？怎么好像？今天4点到4点，夏树甜品没有哎、欸。谢谢欢迎真是送小浪花，我来看一下，没有人介绍它，可是它很好吃哎、欸，因为它都卖无糖的，我很喜欢。但他最近因为有草莓，所以很棒。对，他在南机场夜市那边。我来查杏仁豆腐，杏仁豆腐。热量，还是我等一下去跳绳啊？我已经开始在想，我等一下要做什么运动。我刚刚在想，可是我的肌肉真的很讨厌。对啊，很讨厌。100公克19.3大卡，20卡，270，那这大概多少？300g，60大卡，可乐加草莓。
可能75大卡。哎，好棒哦！可是我不喜欢吃仙草，我喜欢吃杏仁。我不知道，我觉得仙草的味道很奇怪。没有那么喜欢吃，它很棒，它因为它都卖无糖的，我就很喜欢。但它也有糖的，可是也有卖无糖的，好开心啊！杏仁，好吧，讨厌杏仁应该比讨厌现场的。不吃高蛋白，我平常没什么在吃高蛋白。跟你说，我就是那种没做什么运动，腹肌就会长出来那种人。做一个礼拜腹肌就会长出来的那种人，有来要做一个礼拜，可是。宾馆哪里哪里，晴光市场，好的，希望我会记得。等一下我很饱，想打嗝，但是打不出来。整碗都是水，热量极低。仙草和爱玉低热量，是人都所以杏仁豆腐的热量是低的。算他一百好了，懒得算了，就给他算一百。放弃，我直接放弃了，就给他算一百。看一下，130分，每分103。他大概几大？可他没什么糖。算了，就给他算100好了，我懒得算，等下去减肥。450加100，550，好像其实还好。谢谢灿灿刚才送的爱的小熊，450加550，450加450。300，刚才吃了什么？一颗，375，对，475，525，550，好，我每次都会，就是525这种数字，我会算50比较快，一天大概多少热量以内？希望是吃到就是800就好。通常会吃到1000，然后运动一两个小时，所以应该就差不多还是800。但如果今天不想运动的话，就会吃到600多。800有点少，没有哎，我觉得我基础代谢应该就1200，会吗？我不知道欸，其实
因为我就算我就吃八百，要考虑。对啊，有考虑啊。减肥的 app 是跟我说我能吃一千呢，可是一千对我来说又太多了，就会不开心。我吃太多会不开心，我吃太多会整天不开心。谢谢今天上一见倾心，好可爱哦！一见倾心，有肌肉代谢基础，我也觉得哎，被你们这样一讲，我真的吃太多会不开心。我现在已经有点不开心，因为我太饱了，我只要让我感到饱这个讯号，我就会想要赶快去运动，又很不舒服。可是我体重也没下降，这肌肉就很难受，真的，好生气。谢阳哥送的掌声鼓励，我也不会骑脚踏车。可是公司看体重啊，所以就还是没有用，管他什么肌肉不肌肉，就还是胖。我也不会游泳，哎，我今天一直在讲我不会游泳的骑脚踏车。我真的跟你们说，我真的都不会。跟你说，我们公司的体脂机一点都不准，因为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体重机量，那更不准。看的穿一云 T 恤衫，有啊，你有传照片，我有看到。那这些运动，可是我就不会啊，真的不会。你看我发财神。那一块啊，因为不通风，对不对？好好笑。好的，我先列个排行，我等一下去运动。列个排行榜吗？哎，他怎么跑这么久？他跑不出来！完了完了！哎，他这么跑，哦，有了有了有了，第十名是准士官班长，第九名是花生小魔术，八名是 Jenny， 第七名是柠檬，第六名是志宏，第五名是杨公公，第四名是玉人，第三名是恰拉咖喱，第二名是朱清当，第一名是君，耶！谢谢你们。耶！哦，真的好饱。耶，拜拜，下礼拜见，拜拜。谢谢的上再见撒油，拜拜，三二一，拜。拜拜。